喂呀，喂呀哈，弄啊。两把那个帮忙，就你吧。不两把那样，哎，听我啊，来，啊。顶得啊，顶欧耶。啊？顶欧啊。顶欧啊。嗯。带你来。你带我来的。印度的家，怎么来？那农民在发展，给，怎么读你呀？那拜，你呀？拜你。肯定要拜的。哎，都熬熬到壮路。熬到什么？嗯。哎，这是熬到那边了，那么印度的。啊，那叫歪歪歪啥？印度的。哎，这多。一，哪一度？哎，我六度啊。一度多，我不敢弄。多多，你也别。那为那村子熬完多，阿伯阿叔啦，啊，这就等熬完上。阿那弟，我婆婆说，这种鱼，留来做种，放到我们家的鱼塘里面去，让它繁殖。我们家后门有一条路，不知道是老鼠打洞的原因，还是连续下雨的原因，整条路都凹陷下去了。所以伯母现在半水泥浆，等一下要把那条路修好。我们先去把这个鱼放进鱼塘，然后再过来帮忙修路。其他草莓呢？啊，你们家没呗？没木个大堆。新鹅，新鹅我是买，是把那水果吧？嗯，还是繁华的，大舅子。嗯，好呀，嗯，完了，这个多。开始干活啦！救命啊！老，不然救命去啊！哎呦，上火了！嘿嘿。我觉得这里应该是老鼠打洞搞的。如果老鼠没有在这里打洞的话，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烂掉。那么摇啊！你拿过来那么摇啊！嘿，怎么得？哦，哎，安能管子？一边安能管子，扔了钉子，你没扔钉子的？天天都给钉子，对没？安房都是散的。那么多这样呢，快交管理了呢，再地主呢？好了，我们先去做饭，下午再来。